其数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以神为小也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所所造的，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诗篇第八篇三到九节。上为我们而在挂在十字架上，每一
生命渴望，每
来，让我们诚实地来到您的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持续地寻求他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总能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指引不了我，是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喜悦我们今日所献上的敬拜祭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